每日一词，今天要介绍的是踹共，意思就是有事情站出来讲。请看例句。踹共，你踹共啊！出来讲，用台语念就是踹共，就像 BenQ 黑暂停 LED 液晶，让每个颜色都能理直气壮的踹共，颜色站出来了，当然更好看。谢谢收听 ，Thank you。